看这个村庄的前面这儿就是沟，山沟里头有这么一块平地，这个村庄就建在这儿。哎呀，这院也挺大，你看。哎呀，你们这窑都漂亮耶！嘿嘿嘿，啊，这是后头拿砖包了，原来是土窑嘛啊。直接磨了一层水泥是吧？接着拿砖绿的，这草字都拿砖绿。这漂亮，多好看了啊！好看啥？那屋为啥这个弄了个一个小窗户呀、啊？哪个哦？那是个啥厨房？那个房梁放了这不正好？哦，那也是留个窗户为了通风啊。咋开那？这是相当于几间四间窑啊。这窑谁盖的？您选的？不是我给。嘿嘿嘿，大哥，咱们这个村儿里头过去也是全是这个窑洞，这村儿几乎全是窑洞啊。你说为啥过去就是窑洞，也是省材料。过去那会儿省材料，实际你这会儿你学这又学不起。现在你选个窑，是不是比盖房还贵了？工钱大了，这个啊、哦，工钱大你可找匠人了，有没有会选的？不是还有。为啥这个你们也舍不得拆，也不单盖房了，就还把这个窑洞保留下来，是吧？孩们是不在了，啊，孩们不在，生我老两口不值楼盖房的。人实际这个修修也挺好住，这个是冬天暖和，夏天凉。冬暖夏凉。哎，你现在拆了，再想盖，盖不起来这个窑是洞是，了，没有了。咱们还能活多大岁数？活100岁。哎，不过人说这个窑洞有千年的窑洞，没有千年的房，是吧？这个窑洞那可实际结上实，拆要是绑楼，绑楼，主要是怕漏嘛绑啊。楼可僵硬。你这上头不是这个房顶上闹了一层那个石棉瓦啊？没有啊，那瓦那了。是瓦，我还以为那是石棉瓦。哦，啊，大哥，你说这个窑洞房上头铺了一层塑料布，有塑料布就那个草就不往上顶了啊。对，都捂死哦，挺聪明，不然的话那个草还要给你往了。那顶瓦了啊。顶是顶不了，它长那反了就往上顶了。顶的你有时候就容易漏嘛。说铺层塑料布整个都捂死了。哦，你还挺会，那不铺个塑料布里头潮不潮了？不臭，它厚啊，又厚啊，又啊，厚。都多少年也干了，干透了。哎，这房漂亮修的，真好。好啥？就是嘛。啊，这院里头留了这么一小块，这也是个洗澡那个东西啊。就是。村里头人们都闹个这个挺好，嗯嗯。啊，你们这个村长这个做饭是在院头拿闹了个这个的，没垒那个锅头啊。家里也那是家里喜欢堆。啊，你陕西人？对，我娘家陕西，这个菜园也不大哦，不大。不大也差不多够吃，外头能种不？那都家都扒了，扒了，哦，扒了，装小床。啊，都种上葱了，这种上葱，明年春天早点上来能拢吗？对对，就是。我还以为你种上芥菜，秋天腌菜，这儿还种了些花儿啊。你看看这开的，拿这烂土烂盆种上点儿也挺好啊。哎，这窑洞漂亮，刷的白森森的，这是涂料是不？勾了勾。啊，好呀，看人这也是个窑洞，你看这窑洞住的这么干净啊。这他可能他可这家干净的，他可这家水灵灵的啊！这窑洞，你们这窑洞也掉了顶子了啊！哦，这冬天咱这屋住吧，冬天住炕了是吧？我这冬天我下了雪花夏天来这儿夏天我来这儿避暑来。啊，看这花儿养的，俺这窑洞冬天晒进太阳也不冷啊。我也不能冷，动，看啥你这你这花儿要是冬天不生火，能动了不？动了，不生火动不了。行吧？上上楼就没事。但生上炉子就，哎呀，你们这家真干净，啊，从这儿就进了那个库房了啊、哦。进了库房。家收拾干净，你看这窑洞这么亮堂，这住进来多好，可比那房好了啊、哦。这个就是做饭一烧火的，那个靠那的。放啥的，全动对对对，现在还使了。现在。咱们张家口这人和这锅可真够不大的。我这锅就老就盼了，万一锅到床家了。过年煮肉。那你看这锅多大。真够大，这够七，这叫几烧锅？七烧差不多。就是。这是吧？我自个儿
菜了。哎，我拿上两个就行。你快快尝尝，不要那么多。快来，不要了，做了熟包来了。尝尝，要好吃。哎呦，来，给做熟包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大姐不要了，在哪里？哎呀，这说你那陕西话好听吗？我多少说陕西话了？我在那块说的陕西话。我还说了。嗯，你说挺好听。咋说的？还说陕西话好听。啊，我刚才还说陕西话了。嗯。我都忘了。你跟你说陕西话。哦。陕西话就跟那段就跟王二娘说的。王二娘儿，嗯，王二娘是陕西，我们是陕西。也差不多啊。哎，嗯，咱村里头人们吃的水就是在这个山沟里头。嗯，这个山沟里头有泉眼来。有。就是流的那个自流水。嗯。站这儿都看着你们家了。嘿嘿。真好，这几间房。哦，这是你自己的长棉。嗯。自己弄了一块儿啊。嗯。说现在要是弄那个古树，就是拿你那个磨的，弄你。过去是驴拉的。驴拉。啊，拿磨的就弄你。拿磨的拉六周不？拉。啊，也拉六周了。哦，就代替了驴了嘛，哈。对。那个这句话就是陕西话。啊。代替了驴了嘛。代替了驴了嘛。啊。陕西口。陕西口音好听啊。以后我可想说陕西话，不知道能听懂不？张家口人们能听懂我说陕西话不？应该是能听懂。以后也得慢慢的、专门的说陕西话了。这真又是陕西话啊！陕西话实际是有特点，是吧？嗯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